输了我会真人 PK，不信。你敢侮辱我？我你先出觉得击啊！我来跳伞的，拿着好点的，跑车。我也要队友前方有危险。没拿，没看到我们三个人一台。你开着，我已经掉了。好了。哇，啤酒被撞到了，别收了吧，能不来了？嗯。又切走了？怎么又切啊？这个圈。幺二圈都是切的。切近一点行不行？都是切远的那种。都飞鸟。到神秘矿背进去。不是啊，兄弟们，到底谁带头啊？你指望我带头呢？这家伙怎么在后面搜？还有一个要毒死了。我全程没停，我在骑马来的路上。那给我溜背进。我不要死了，你接着。那马路这个车换过吗？这个皮卡换过吗？有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又掉帧了。哎呀，这个小废物手机 ，Tigo B 四 M 天霸，直接走吧，这不可能有人。下面好像不太打架 ，S E Tigo B。秦九是看起来打架，然后下面因为败死了。那我们越过他们吧。可以先下看一下。有安静吗？今天？没有。那滨海不知道有没有人跳？可以偏下看一看。4M 最开始跟 DK 剑打在哪家 ？DK 剑是跳哪？老工业的。老工业，那可能4M 他跳，4M 可能就跳了滨海。那可以看看上面 TGB 跟 SD 打架，可以劝一下。我感觉就是在这里。对，大概就是那边。就是沿着这个山脉往前看。ST 又跟谁打了刚？哎 ，SMG DK 剑。SMG DK 剑。嗯。都在打架，这有人在动车，前方有危险。看看呢，好像在那边打架，我看看啊。阿晴那边成功，能不能搞一手？走，我跟你去，我俩去抢。啊，旁边那个楼有人，这里。看到了，看有没有枪？来，老铁，人了。啊，这直接飘上去了。我们得去右边，那个黄的就有人，得往右边打过去。我知道，快，金哥 B 死两三个了，金哥 B 直死了。S 一好像死过人吧？那烂尾楼那么多人，三辆车了。烂尾楼就好像追着烂尾楼打的架，不行啊，烂尾楼。对，好多车往那赶。哪个烂尾楼？蓝点有人吗？蓝点没人，蓝点人往下走了，往那个红砖房走了。你前面上可以顶吗 ？OK。前方有危险。给。我右边房就有人，我右边房就有人，这边。OK。蓝点有人是吧？看到没？他跳下来了。有一个，等下出来，他靠车的，他车在反坡。OK。空气墙。不是，他再不走，一会儿把我们鞋都全脱了。我右边车上，往前看前面，看我头顶，有辆大巴。OK， 还在开，我给偷的，他在那个坡，音响，在坑中间，还在坑中间。好，我被后面挡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他掉了。EMG。前方有危险，干啥呢？我没办法，我被抽。我打到你标点的一个，我打到你标点那个地方，那标点那个被我打倒了，叫 TMG 的。OK， 那还有一个，那还有一个。顶他一下。过来顶一下。就叫顶。啊 ？OK。快点把他顶了。杀毒了我。那个地方会被教堂打吧？打不着。我都没有一个，把左边那个顶了，现在用枪上的吗？我们在右左边，
下去了。我遇到他一个，开车上来了。他接挡。我遇到。OK OK， 我帮你看。打一下。打。这拿了，这拿了。这五六，我这边。没弹有吗？我脸上。你别着急。我上，你别惊。死！我去开车。牛逼啊！啊，我一直以为他妈后面是令，近点是伞兵的。啊。教堂没人了，阿杰就是教堂顶上来的。前方有危险。你们在这里吗？没车，那里没车。什么东西？伞兵叫你坐核酸。问他左有，现在马上吗？问他。你是现在做吗？好，我让皇上先去了。皇上先去了，先我们先打。OK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你们看前一下，我在前面看。我脚上这点是没有的，蓝点有圈点的，我们有圈点。上面刚刚是有人的，长条楼刚刚是有人的，现在不打。可以顶上去，前方有危险。要不我跟令顶上去吧。我点了，好，来等我。应该是没人了。没有，我们沿着左边去打，打这个烂尾楼附近就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嗯。你沿着左边打，会不会是烂尾楼的枪枪？有车在，有车在。烂尾楼是有人的。别沿着左边嘛。没有了，有没有？大圈在右边。有没有其他车？大圈在右边。嗯，没事。可以去这边，大圈在右边。前方有危险。前方有危险。我看看，透一下。我去。没有，我去那边。我去右手边那个标点。走了，你左边车可以开的。前方有危险。来，拿。这车吗？走了是吧？这破车谁的？有个车的。不是我的。我开走。那个是那里一直都有台车，那没人。我们在上坡上，不能进房区，进房区就憋死了。走。你们可以先停了，帮我看一下，先别着急过来，可以先停这边进去。我这边。嗯，我在这了。加一下我们头上，刘爷。OK， 我看着，我是红点啊。没事，我相信。前方有危险。也没人。有人在打我们。经理超标呀！超视距了啊！我先停。你停。我也顶上去吧。我去圈边，我去圈边。等我们等这边，等他们过来的时候你再顶。等过来。没人。在二楼。那我就不过去了，我帮你们在那里看着。有车回来了，是不是发现咱俩了？不知道。嗯。谁丢的雷啊？他们丢的。我能给你们架到你们头上的。没事，我们不压出去的。就有人，前方有危险，我摇上去，你直接去吧。OK， 我先把车开进去。一楼有一个，一楼吗？对。建议你们别那么着急，伞兵已经死了。懂我吗？懂吗？伞兵已经无了。我这个他妈房区有人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你们能看到蓝点吗？远点打一个，往左边外面冲！前方有危险！啊？后面那个二楼倒，在倒吗？今天倒吗？人都被补了，剩今天一个，他被补了。我今天还有一个，我今天拿到，哎呦我操！就在我脸上，我打了他一枪，我往外爬，别急。他救火了，他很慌的。嗯，还有一个呢。没有，就一个。要跳了，跳下来了。死了，牛逼！你后面来另外一点，还有脚步，凑远一点吗？就是让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哪儿。五点，我看不到。OK， 五点打一个。你有道具吗？滚的车吗？打五点去。外面停。牛逼！搬过。别急，听我说，这里蓝点，我来那个脚步。你再往右下多，再往右下去，别直接进楼，去右下。OK， 右下有人，小心右下有人。就你前面这边，蓝点这边有脚步。咱俩打一吧。
我在楼顶帮到你。前方有危险。飞翔。哦。他。近点位置。应该车附近。我这边应该打。我来我的外面，我来我的外面。先我先丢烟，我先丢烟。帮我看，帮我看。我丢火这边。我知道。看我火没？我不知道。来来来。OK。两个，最少两个。开车走了一个。拉后面去了。我妈的，我干啥去？放家家。宋德这后面救人。你反不有一个。我是留守。你反不打了。前方有危险。几秒，几秒，几秒。我打，我打架。帮我架一下。架着了。OK OK， 他补不到，我起烟了。我今天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吗？对。你把你那个抓了。打了打了，团给他打了。OK， 我在给吗？我在摸人，我在摸人。三打一打一。我在打呀。我上那个楼顶。嗯，你是不是有个给他加枪了？没了呀，三打一打一，就远处一个，近点一个。这我今天是京东的。干打，我往一下刀。妈的，给老子头盔打没了！你跟我直接乱吧。哎，那上面那上面。危险！滚一手。OK OK， 我稳。好，被箱子卡了一手。我往一下兜。他在那个上面啊。另这里应该是多少次？体验了呀，看到没？前方有危险。别急，别急。我在这后面的上面那个车库房，上面那个车库房，快帮我！我操，他拉了，拉全枪！我操，我他妈没头盔了！他直接拉全枪了，我没头盔了，一枪被打头了！我操！我操！他是看到我了吗？干！他妈刚好没头盔，把他看到了。